闲言少叙，富贵正传，戒严传统平复。哈利波特。远桥伏地魔。近桥是波特。又像伏地魔又像波特，原来是波特大战伏地魔。胡说，真是胡说。真正的评书啊，不是说水浒啊、隋唐啊、三国呀，这是正根的评书。可是说这个呢，确实真没这么些人。可能来的都是想听叫什么，他叫张什么，张鹤帆是吧，想听张鹤帆的铁片大鼓，特殊原因没唱了啊，实际上就是跟不上弦儿。没事，诗里说了，大伙还替他褶着，哎，有事儿，特殊原因，哪有事儿，跟不上弦儿，而且连板还不会敲的，乱敢唱。我这个呀，也就是尝试，也是实验一下，也是给大伙换换耳音，也是自己锻炼。因为评书这门艺术啊，太传统了。我记得前些日子电视放过一个百年评书，相声演员看完倒没什么，评书演员看完呢，心里挺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就好像看完这个节目啊，评书这门艺术就好像打进了冰窖，就好像永世不得翻身了似的。其实也可以理解，一段书啊，能说半年，能说一年，那个时候可以。现在在座的，您说上班的上班，有的上班地儿的远大型，再回家，没事再跑这儿来听书，一张票在20，再听我们这胡说八道。说实话，我们这一场加一块儿的，也不值这20块钱。你要是金文生先生在这屋，值这价钱。不瞒您说，金先生在天津说书3块钱一张。要是我师傅郭增福在这屋，值这价钱，甚至还可以再高一些。我们这就是连锻炼再交朋友啊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废话这就不少了。咱们现在呀，管消息叫做新闻，振奋人心的消息叫爆炸新闻，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叫特大爆炸新闻。怎么上来说这么一句，出事儿？当然这事儿不是咱们中国，其实中国最近事儿也不少。英国，其实英国您在大街上问这事儿也没人知道，不属于咱们这个空间，属于另一个空间，你还得会穿墙术才能到这空间。想学穿墙术还得找崂山道士才行。怎么回事啊？在英国有一个魔法世界，这个魔法世界里边有一所学校叫霍格沃兹，这个学校里边发生了一件爆炸新闻，全校上下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情，哪叫学生，哪叫教授，哪叫老师，哎呦，嚷嚷动了。还甭说这个，就连这学校空中飘舞的那个幽灵啊，一见面不聊别的，就聊这事儿。我说天津的也可以到那边溜达。哎，我说赵二哥，听说了吗？出事儿了。好，憋气了。就那小嘎巴豆子，一年级小不点儿，你说都让学校开除的主了，这回倒不错，愣翻身了。好家伙，
这么大的事儿让他出席，你说他能行吗？嗨，有什么可不行的，我觉得没问题，你要搁别人恐怕够呛，他没事儿，刚出生他把那主可打败了，妈呀，把那族打败跟他没关系，那他爹妈有能耐，反正你要让我打我打不过，你说他真要砸得过这也不麻烦他吗？谁说不是呢？大伙一见面就茶余饭后的话题就是这爆炸新闻，怎么回事呢？感情这个魔法界呀有一项体育比赛，什么体育比赛？魁地奇大赛。魁地奇是什么玩意儿？就跟咱们现在这个篮球比赛差不多，可比这个篮球比赛要难得多，篮球好歹是在地上跑拍那球投，魁地奇不是，在天上飞，也不是说这人长着翅膀得有飞行的道具，胯下一条扫帚，骑着这扫帚是满天飞呀。说着容易，各位真要做到了难了。太难了，你没有好的飞行术你根本飞不起来，你真正你想飞起来想驾驭这扫帚，你首先说你得报名，你得考交规去，天上飞呢也有交通规则，也得什么下坡的时候不能空挡，那么酒后了不能骑扫帚，这什么这个上坡的跟下坡俩扫帚碰一块儿，这个上坡的先来下坡的得等会儿，先考这个，这完了之后正式学去，到这个真正的场地你得过杆儿，俩小窄杆扫帚打当间过去，还得练这个搓扫帚来回，真难。飞行术不好，真一飞起来，真打扫帚上掉下来，那就粉身碎骨，平衡度也得好，你飞了来回晃悠那哪成去。所以说它难就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魁地奇大赛呀跟篮球不同在哪儿？不是说光天上飞，球上也不一样，篮球就一个球，魁地奇不是，三个球，有一个这么大个球跟小西瓜似的，这叫鬼飞球，也叫鬼球，还有一个球叫游走球，还有一个那么点的小玩意儿叫金探子，小金球带点翅膀，队员也不一样，一边七名队员，有三名队员那叫追球手，就是得分球员，就相当于现在足球场上的前锋队员一样，三名队员骑着扫帚在场上是抽撤连环的配合，有的时候配合好了带摆阵的，来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摆一三才阵、八卦阵，三名队员得配合好了，这扔那个，那扔这个，啪啪一配合，把这球啪扔进去，一个球20分，扔的是什么球啊？就是这个鬼飞球。还有两名队员，这叫击球手。击球手是干嘛的呀？保护队员的。我说怎么还保护队员呢？这魁地奇大赛新鲜就在这儿了。刚才不咱说了吗？除了这鬼球，还有一个游走球啊。哎，这球啊是真难记，这记这几个球费了我劲了，啊，肝都快吐出来了。索性我把名字也改了，这游走球就叫打人球就得了。人家那是人打球，这个可不是球打人。这一个球这么大个，搁秤上一腰我得40-50斤，满天这一飞，没100斤也差不多少。也不管是敌我双方，见人就打，只要打胳膊上那就骨断筋折呀，得有人保护自己的队员，就派出来两名击球手，骑着扫帚，掌中亮银盘龙棍，在天上拎棍，这玩意儿真不如扇子，拎着大棍一看这球奔自己来了，大棍一挥，咔一下子把这球给打出去，
好的大棍子挺沉的，绑这一下这球打出去十万八千里，这球唰又回来了。你得保护着队员，还得保护自己，你光把队员保护了，把自己绑拍一下那也受不了。还有一个就是追捕手，这是魁地奇大赛的精华所在。他追的是什么球啊？就是那金探子，就那么一个小黄球，带俩翅膀，有赞为证。哦，说一个小球金光灿，两个飞翅上下颤，由东飞到西，由北飞到南，一飞飞到宇宙间，上天入地鬼难缠，飞到美国看一看，总统被杀吃炒肝。飞到日本转一转，女人为啥爱拍片。各个国家都敢去，唯独不上中国。探子到中国心肝颤，探子想这地方物价往上窜，探子想这儿的房价和油价我比他们窜得慢的。多难的这玩意儿。它不光飞得快，它能变，这东西新鲜了，它会变，有时在天上变个鸽子，有时在天上变鹰，有时变一蜻蜓，有时变一大云彩，你目力不好，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，没有速度你追不上它。当然这变原文上没有，这我稍微改动了一下，你不改动后边情节没法发展。有时变化多端，这个追捕手就是专门负责拿这金探子，以最快的速度、最短的时间，把这金探子拿住。哪个队第一个抢着这金探子，这队就赢了；第二个抢着的，那就彻底输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守门员，也叫守球手，骑着扫帚，拿手把球拍出去，拿脑袋当顶出去，骑着扫帚，拿扫帚杆梆一掰，给他打出去。不容易啊！可是这魁地奇大赛可有要求。这个霍格华兹是七个年级，一二年级的学生不准参加魁地奇大赛。为什么呀？一二年级的学生这个飞行术还不好呢，他不熟练，根本真有那一年级的参赛，有一届是一年级小孩参赛去了，刚飞没两圈，啪就摔下来，那叫骨断筋折。打那起学校有规矩，一二年级的学生不准参赛。可今年新鲜了，霍格沃兹一共是四个学院，其中有一个学院叫格兰芬多。格兰芬多今年也不怎么了，就实在派不出追捕手了，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一年级的学生，咱们这书的书的少侠客爷哈利波特。那时候怎么非找个一年级的学生参加呀？这也是麦格教授无意中发现这哈利波特来学校就已经出名了，而且这个飞行术是相当了得，还没上飞行课呢，他胯下这扫帚就驾驭的就简直是出神入化，可以说就超过三年级的学生。再一个，哈利波特人家根正苗红，波特的父亲詹姆波特也是格兰芬多的学生，在校连续五年，那是追捕手的冠军。格兰芬多就因为有詹姆波特五年冠军，格兰芬多这一赢啊，那仨学院就生气了，都是这个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，跟德云社似的。三队火，你放心，那俩队听着准别扭，得想办法听听究竟火在哪儿啊！不就哈利波特那玩意儿？那魔法界也是一样，那三个学院，其中有一个学院，史莱哲林。史莱哲林，咱们前文书介绍过，咱们现在就不用细表了。他这个学院从上到下的学生全是太子党。家里边呢都是魔法部部长，要不就是公安厅厅长，都是国家干部这一级别，他们的孩子都送这学院来。你想这太子党们本来就好面子，这也没事老输，可就不服气了。其中有一个孩子回家找他父亲，
他父亲是魔法部的部长兼魁地奇大赛的头头，叫解压龙。到了找解压龙爹，这不行，我们输得太惨了，连续几年全是格兰芬多赢，我们史兰哲林就没赢过，您得想办法，这说出去您这面子上也不好看呢，合着我们纯种巫师竟输给麻瓜，你这个多丢人呢。这解压龙也护犊子，再一个一琢磨，这事儿也是，骑着扫帚带着保镖，保镖就是黑巫师啊，直奔学校就去了。那个时候的校长还不是邓布利多，叫什么咱们也不用提了，因为我没想出名字来，就叫波德纲吧。波德纲，我说的是另一个人，你看他打报告去了，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干了，别叫德纲了，这郭德纲一听。这郭德纲一看，好的，这解压龙来了。这郭德纲是丑态百出，蹦着高的拍马屁，跳着脚的大溜须呀！哎呀，我说您来了，来来来，我先请您听一段。不用买票，不用买票。我儿子也能说，大地儿我们一块儿来。父子同台。上桌说，您怎么来了？这解压龙把脸沉着，哼，我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我跟你说，今年魁地奇大赛，格兰芬多必须要输。哎呦，你这不要命吗？格兰芬多球技不错呀，您让他输，您让谁赢？史莱哲林要赢。您这不胡出主意吗？这史莱哲林不如格兰芬多呀，这大伙都看着呢。那不成，今年我是庄家，我做庄了。不瞒你说，我们魔法部的人统统买史莱哲林赢，我们都投钱了。如果说你让史莱哲林输，我们就赔死了。想一想郭德纲打官司。老郭一看当时本来脸就不白，这一下黑紫黑紫的，吓得当时也不怎么的，吓坏了。您我跟你说，你必须，你要按我的意图办。如果说你不听话的话，你来看。说着话，把这魔法杖一挥，脑袋变成桃形。魔法部部长也二五眼，脑袋变成桃形，没弄好，结果头发变成桃形。那老不下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听您的。我必须要赢这个钱，您放心。把这位送走了。哎，老郭一琢磨，这可不成，赶紧吧。就说这个，这大伙儿的眼睛是雪亮的呀，你瞪眼儿，我就非得让格兰芬多输，史莱哲林赢，那球技在这摆着呢。干脆把格兰芬多这学院的院长先叫来吧，把这院长叫来，说：“我跟你说，你看我这脑袋了吗？你试试，你头发多，我让你都打卷儿。好，今年你们学院必须得输。”你说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我是庄家。我买史莱哲林赢了，你学院的头头反正都买史莱哲林赢了。如果说你想让大伙儿赔钱的话，你看着办。那不行，这学院你少废话，一挥魔杖，脑袋变面条。脑袋变面条，也头发曲了拐弯了，跟烫了发似的。
回院长回去了，院长回来一瞧，这怎么办？赶紧把魁地奇大赛的队长给叫过来。老高啊，我跟你说，今年咱们这个队必须要输，不能赢。老高说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把这经过一说，人家都是庄家，咱惹不起。你想想，如果说咱们要是赢了史莱哲林，咱在学校还待不待了？如果说今年咱们要按他们的这个意图办了，咱们还能发笔小财，你看怎么样？老高，那我要非赢呢，那我就让你谢顶。人家三说两说，那您想这场比赛那还怎么看呢？您瞧这魁地奇大赛的赛场上啊，哪叫假球，哪叫黑哨，层次不穷就全出来了。有一裁判号称是金哨子，那是最公正的，在金钱的面前也变成了黑哨子了。有的那个裁判就不听这些，我就不信这个，怎么的呢？我就公正，我就不认钱。公正的裁判，那场上的球迷观众学生们喝彩欢呼，回家的道上让几个黑巫师骑着萨斧兵把五四一顿锤打了个骨断筋折。有的那球员狠到什么程度啊，为了发财买自己球队输。你想他是这队的人，他买自己球队输，这在场上踢球您说能好得了吗？拿着球往自己门里扔，门里大圆圈拿着啪一扔，守门员气坏了，呵，你是挑战我的能耐呀，扔过来你看，这手当拿脑袋一顶球进了。他也买自己队输了。有的那门将是真不错，守球员自己队员拿着往门里扔，把我打出去，要不还敢打出去，看来你是不爱财呀，走，又扔一个，把一气三个球全打出来了，又扔一个进了，把这个守球员给气的一跺脚，一拽丝缰，一顿扫帚。回去一边走一边骂，他妈的比他妈中超还黑。当时这球迷根本就看不到真正的魁地奇比赛，魁地奇的精华大伙瞧不见。当时这个球迷界还流传着一首歌，大伙都互相的传唱啊。我这看书居然也写着呢，大伙唱什么？没事背地里就说，哎，我还忘了是吗？大伙背地里就说，你说这魁地奇大赛这么黑，你瞧了吗？昨天在学校那海报上，人家把歌词都写出来了。嗨，我们还谱了曲了呢。你唱一我听听，别提了，忘了。你唱出来这样，怎么唱？不算，唱不行。你唱出来好听着呢。比赛真的很难吗？假球黑哨真的可耻吗？不行，还是忘了。这是第三句，其实。没事，待会儿想起来，待会儿再唱。没人给他提得了吧？你说这鬼打墙在台下溜好几遍，唱的还挺好。不是忘宝石了，算了，待会儿想想吧，兴许就能想起来。后来大邓邓布利多，大邓当了校长，才把这歪风给制住。这一下，大伙能真正的看球了。也能真正欣赏魁地奇大赛，所以说今年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哈利波特。波特心里头啊，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，肩膀上好像挑了一个重担，也真发愁。其实波特在魔法学校的生活还是不错。这天他想起来俩人，一父一妈。波特父母双亡啊，小的时候就是一父一妈给拉扯大的，虽然说没有得到过什么温暖，住的是这个壁橱，吃的是残羹剩饭，穿的是破布烂绸子，但是人家毕竟把自己养大了。你想怎么办呢？
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好不好，写封信吧。把纸一铺，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。家中的一父一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的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吗？这里的世界太好了，楼梯会动，照片会说话，没有那高楼和大厦，只有密林山岗和小花。到了这里我才知道，原来你们都是麻瓜。我住的小屋不要拆呀，房价回去我还得住呢。如果你们把它拆了，我让你们都长尾巴。满街乱跑，人人喊打，谁让你们不听我话。好了，就写到这儿吧。好，唱歌跑调，你知道吗？我要不会学哈利波特，我唱的好着呢。咦，啊，我写完了，找邮递员送。哪有邮递员呢？就是猫头鹰、雪头雕、宠物。那个孩子们都带着自己的宠物，有的带雪头雕，有的弄蟾蜍，有的弄耗子，有的弄蛇。这自己学习学习魔法需要的东西，一般都用雪头雕。为什么呀？能送信。一招手，雪头雕飞过来，哈利波特把这信往上一递，亲，一定要帮我把它送走，路上注意安全，如果遇到大风找树洞藏一会儿，千万不要让我担心，早去早回，我的亲，我求你快去，我需要你，不要等着我，哥把毛头鹰给烦了，把给唐僧都烦，一抖着翅膀送信去了。哈利波特在这还认识了几个朋友，哥几个拜把子了，大爷赫敏，亚克爷，二爷哈利波特，三爷罗恩，后续四弟纳威，聊得还真不错。但是这个赫敏呢，老对这个罗恩呢瞧不起，怎么罗恩也太笨，他咒语念不利索。简单的一个咒语，衣服上的扣子掐着我的裤子。你让这个罗恩一念好吗？衣服上的裤子掐着我的扣子，你乱套了，那根本打不出光来。赫敏当着大伙的面这一损，你人有脸树有皮，您知道吧？哪像那某某说书似的，好调也敢唱？那到了全班的边这一挖苦，你这饭桶连这个都背不过，你还跟我们拜把子，真丢人！跟你在一块儿什么玩意儿？你这叫大伙儿给臊了。他苦恼上了，先说我们学咒语有什么用啊？说学完咒语我能发财，说我能发家，我们家平房改别墅了啊！说我现在穿的都是好东西，没有啊！我爸爸会一千多个咒语，不现在还是给人打工吗？不行，我得问找麦格教授请教。说教授，我觉得学魔法没什么用，因为我想要的东西都没有。麦格说，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钱，我想要房子，我想要车，反正什么好我要什么，我就要有钱。说那好办呢，我能帮你实现呢，来吧。唰，一念咒语，郭德纲于谦，就这一下，这罗恩就感觉周围唰啦一下子就变样了，五光十色，瑞彩千条，自己在空中飘飘摇忽忽悠悠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知道飞了多远，啪一睁眼把他吓坏了。自己在哪儿待着呢？这是在洋房里边，就这个床太舒服了。这罗恩从小到大就没躺过，一瞧这边建筑，哎呀，花园，自己游泳池，旁边有性感的女佣伺候着，可把罗恩给乐坏了。早点吃的也丰富多彩，哪叫豆腐脑油条啊，哪叫这个猪排加蛋的汉堡，可吃吧。吃完之后游泳，游泳池里冒出来几个妙龄少女，都美人鱼似的陪着他玩儿。罗恩心说，太好了，这感情学魔法有这么大的好。
处呢。那看来我这火候不到啊。今儿麦格教授对我不错，这儿要什么有什么。你说要钱有钱，要车有车，要房有房，要美女有美女，我还回霍格沃兹干嘛呀？打死我也不回去了，再也不回去了。正美着呢，就看有打外头，啊，跑进来一位，说是跑进来，不如说是弹丸把你射进来的。我说老爷，您还在这玩呢？您赶紧看看去，公司出事儿了。我说你别怎么着，这刚稳当一会儿，公司出事儿，出什么事儿？我不知道，您看看去吧。我们穿好了衣服，呵，那西装感觉小皮鞋锃亮，到门口一看，自己的豪华专车 QQ， 开车门飞身上去，不是光一辆，还有保镖呢。前边三辆路虎开道，后边两辆克莱斯勒，当劲一个崭新的小 QQ， 一来街上一走，呵，大伙说这把有病简直。开到了公司，到公司门口一看，围了不少人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打人，人撞人，人顶人，人不让人，怎么意思？大伙还议论纷纷，说这公司怎么该倒闭，什么玩意儿呢？干这个还发财，真是丢人！我得怎么该炒？我问心说怎么意思？我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分人群进来一看，里边还有警察。哎，你就是这老板啊？我就是。绑上，麻肩头拢二背手铐子，嘎嘣就给铐上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感觉罗恩是毒贩子，好不容易发回财，还是贩毒，这把罗恩给气的，心说教授你这不拿我开玩笑吗？你好不容易要什么有什么了，你给我弄点正当的行业呀！哪怕我，你怎么能让我毒贩子呢？这蹲监狱还不如回魔法学校呢！一跺脚回去了，见着教授就哭了。教授您这不像话，我干脆这样，我不要钱了，我要男人。我自己太软弱了，我要变成真正的男人，我要当拳王，您看这行吗？当拳王这也好办呢，一念咒语，罗恩当成了拳王。好家三米多大高个，浑身上下都是块儿，那一抬腿嘎嘣一下子，一抬手咯楞一下子，那了不得，在擂台上打了得有十好几个，公认的拳王。罗恩心想，美，当拳王也能来财，那女的一喜欢也能来找我，而且我还不用贩毒了，我就在这儿忍着了吧。回到单独的更衣室，把上衣一款，一看，呵，这块儿照着镜子，罗恩美，正美着呢，也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一个女的，这个女的就转到罗恩身背后了，拿这个手啊就搭在了罗恩的肩膀上。这个手啊，十指尖尖，好似嫩藕带。一瞧那个指甲，那个长的，那个细，带着钩来。红指甲油擦着一半的美甲，呵，由上往下，由肩膀就这么往下捋。罗恩当时头发都立起来了，就感觉触电一样。他能感觉到，这是一双女人的手。冲这个感觉还是美女的手，害怕了，往下滑，刚开始是手指往下，后来变成指甲，滑来滑去，滑去滑来，滑到腰眼儿这还勾了一下，又很舒服。一转身一看，面前站着这个女的，性感靓丽，哪叫国际名模、国际巨星，跟人家没法比了。这个女的一伸手，嘣，把罗恩这裤子可就吞下去了。吞下去之后，再看这女的，哎呀一声，吓坏了，撒腿就跑。罗恩心说怎么意思？怎么把裤子脱下来？吓坏了，自己低头一看，脸腾就红了。他三米多大高个，浑身上下是块，一瞧下边跟花生豆似的。你是这玩意儿，可把这罗恩给气坏了。说教授你太不对了，好不容易是拳王了，好不容易就别比划了。好不容易这女的来主动找我，怎么给我弄一个这个呀？心说还不如回去念书呢，又回去找教授。说教授这不行，我不当拳王了，我干脆这样吧，我来一个
就没你喜欢我就完了。什么钱呢？别的东西我全不要，您可记住了，必须有花生豆。一挥手，回去了。到一个舞会的现场，跟罗恩也漂亮，看这一站，那美女呼啦就扔过来了。罗恩在家里仨，开开门一看，床上躺着四个男的，赶上这回改同性恋了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每一个愿望都会有一丝的不足。罗恩都泄气了，教授，我哪儿不去了？我认头在这学习了。罗恩呐，说你还不明白吗？魔法是咱们巫师必备之物，每一个巫师都要会魔法。但是魔法不可以给咱们带来金钱，也不可以给咱们带来地位，它所能给咱们带来的就是战胜邪恶，斩妖除魔，这就是魔法的真谛。这一讲，罗恩是豁然开朗，罗恩是明白了。哈利波特那儿还发着愁呢，发什么愁啊？这参加魁地奇大赛，关键的道具没有，就是那扫帚。你说单凭这么用普通的扫帚那不行，现在最流行的光轮2000，但是买不着。首先说你得是魔法界当地的户口，而且你还得摇号。这摇号太缺德了，每次一摇仨，还姓重名字的，怎么摇也摇不上。而且买这个光轮2000，你得出学校到对角巷去买。校规有说法，说这个孩子们不准出学校。波特倒是有钱，但是买不了，发愁啊！吃饭也没心思吃。这天在这个大厅里头，别的孩子们吃喝，拿着鸡腿汉堡吃的正美着呢，就哈利波特，愁眉不展。正这阵儿，就看刘大外头就刮进来一阵旋风。怎么回事？上万只猫头鹰就飞进来了，给孩子们送邮件来了。有的爪子上拿着长包袱，有的爪子上叼着方的包袱，有的拿着一个棍儿似的东西。其中有一只就是哈利波特那亲，爪子上拿了一个挺长的，拿东西包了又包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，飞到波特这啪一伸手，这扫帚啪掉桌子上了。听这音儿像扫帚，但是波特也不敢肯定。把这包袱皮打开，是个红木的盒子。一瞧这盒子，好家伙，金铜狗金设件金卡子，黄灯灯月饼大小的护手牌，艳灯黄嘎嘣擦啦啦。木匣子分为两半，一瞧里边就是光轮2000。哎呀，波特一看这光轮2000，当时眼睛就直了。一看这个邮包，他把邮包可就捧起来了。有一个美丽的小邮件，里面装着光轮2000，它有着神奇的速度，眨眼之间就看不见。扫帚啊，你可知道我多爱你？你要带我飞到天上去，把其他人甩到后边，他们加速扫出只冒烟。也就波特跑调，你知道吗？比这其实也强不了多少。这扫帚是真好，就说这个红木吧，扫帚杆是红木的，拿龙鳞走了上千遍上万遍，搁在脸上都能当镜子使唤。一瞧头里这个扫帚苗，那是阿尔山翼龙的须子支撑的，后边拿龙筋盘着，为了飞行的时候扫帚不乱。这把扫帚有赞为证，扫帚杆明晃晃，土产公司把它装，锅有铁来屋有钢，技术人员用吹夯，工艺7749，内彩千条放豪光，龙筋足有3尺长，巧记搭钩把头香，
扫山山就倒，扫地地晃荡，扫龙龙就死，扫虎虎必亡。其他到了赛场上，金探小球无处藏，扫帚落套波特手是名扬天下，炒高墙。好，弄坏了，大伙瞧着，哎呦，他就晃了两千，他摇上了，摇上了，他摇上号了，真不容易。哎，我这光轮两千可就不一样，那真叫如虎添翼，就好像波特是泪生双翅，骑着这扫帚唰满天这一飞呀，是越练越熟，是越熟越练。现在的波特飞行术，咱就这么说吧，那就超过五年级的学生了。这就是天赋，骑着这个扫帚，天上正飞着。咱们单说这天，波特飞着飞着，就感觉这个扫帚嘎啦一声，可把波特给吓坏了。什么意思？就听这扫帚嘎嘣嘎嘣嘎嘣直响，一踹蹬，一加速，挡把一咬。飞不起来了，刚开始还特别快，到后来是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慢，飞不起来了。可把波特给吓坏了，心说怎么意思？正发愁呢，一看由打远处走来一位顶天立地一个大高个，满脸的黑头发，黑胡子，黑黑黑眉毛，大手大脚丫，大脑袋都大到一块儿去了。谁呀？霍格华兹的这个钥匙保管员海格。海格跟这个波特是好朋友。波特，怎么意思？海哥，我这个扫帚飞不起来了。海哥说：“没事，我看看。”把这扫帚拿过来一瞧，这揪住了扫帚头，蹬着扫帚杆儿，再把膝盖抬起来了，他想给撅开看。波特吓得汗都下来了，心说：“坏了，我算找错人了。”眼看这个扫帚可就完了。就这阵儿，听有人高喊一声“妈”，有人就把海哥给拦住了。大伙顺声音一看，由打远处走来一人。各位，这个人一走来可不要紧，才给哈利波特惹出来杀身。